同的国小芭蕾舞表演，他们每次呢都会利用课后的时间练习哦，一个礼拜练习平均四次，每次大约一个半小时。曾经获得桃园市学生舞蹈比赛现代舞团体组的优等奖项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以及我们桃园市的学生舞蹈比赛民俗团舞团体组的优等获奖，而且还连续三年代表了学校参加了全国舞蹈团体比赛哦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每天利用课余的时间，花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来练习芭蕾舞，哇，好优雅。大家好，我是梅花鹿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下订阅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也可以看这里。